사시고땡유호세보비티시디아코비뚜베쩌고직능사시고겨운디에가보마이키사관샤미완료니의신뢰니의모래롱来了啊！祝你今日怎样啊？天暗咯。假讲的，当然是为了赚个淡薄钱啦。你想我食饭的，去行街啊？哎，你真会买鱼翅骨头好正常啊？真个，买一只鱼翅骨头哦，送一支盆花嘞，真有花哦，嫩如美艳蕊，买新个盆花了咯。一个鱼翅骨头会使买几只盆花，你知影无？嫩如美艳着几十支盆花，买几十支盆花来做呢？咱一口咧食米，唔知米价，你来空空食天公，甲咱讲是白讲。正常意思甲你，无料伊满意就好。看到无，阿妈对恁的好，老伯就要好好孝顺，你知影无？哎呀，我知啦，我知。妈，这个，这个啊，食清气啊。哦，食清气。真吵，我睡不着。是哦，真吵哦。我去去叫人买茶。Hello， 有人到不 ？Hello， 麻烦你细声，淡薄会使不？我个囝爱五啊，伊妈明早真早快去读书。Hello， 哇，我大龙卖卡了。喂，大龙，喂，你叫人卖卡了，你自己又卡到咁大声。我无大声，伊听无哩。你睇，伊无开门哩。哎呦，咁人哋无开门唔得嘅咩？犯法咩？你敲到咁大声，搞到隔篱邻舍全部开晒门，你唔会唔好意思嘅咩？冇哩，伊人拢仲冇开门哩，你冇听着咩？伊同只大内杯定定哭到我惊冇变五啊！真系咩 ？Hello！ 喂，冇错，入边边有哭啫？我净系听到你喺度哭嘅，是嗬？冇哭了咧，冇哭了，所以话叫你阿弟就真系阿弟，真系冇叫错名嘅。好啦，翻嚟五啦，唔使咯，能等来五咯，等来五咯。哇！志雄，唔会差了，你听，哎，听得解，我刚刚睡着，你又把我吵醒。Sorry。阿弟心未安地退落来，担心如果再有人咳咳咳咳，何家在头先迄下是准备一个楼顶的人，
无搁再起起咳咳啦。俺家有新的饭盒卖哟。基本我看得不崩嘞，再烫就好了。等到伊做一下派料哦，才用新盖咯。会使新的卖新的，使用的卖用。哎，熄了熄了，哎。你得查饭啊？哎呀，我唔记得放水啊，好巧啊，我唔记得开灯啊。我看你气功气功的，到底什么代志？爸爸，我淡薄惊啊。你惊什么？我惊楼顶袂清气，有鬼！你卖死耍讲！真假？我昨暝听到有人在楼顶电话咕咕咕，我走去楼顶敲门，无人应啊。等到我转来房内吼，又听到一声咕，大大声个。我看可能是人家铁腿来敲灯，要挂物件，你卖家己惊家己啦。真假啦？正常嘛有听到，你在伫顶徛到人楼顶袂啊？我唔知啊。人要哭，你都给人哭，别去咬咯，软就过去了吼。我无甲人咬咯，吼，软者都过去了。爸，我无心都无惊。你别惊大惊小啦，把你之类问吧。讲真诶，当今真少人知影厝边头尾是徛相，大家人逐工咧无闲气气。家己都袂富，顾家己，嘛哪会去管厝边头尾是徛相？我到。好势哦。好势，安怎无好势？哇，你看到我敢看到鬼个哦？无啦，想袂到你安尼紧就放出来。啊！你是希望我永远袂出来就对啦啊！莫乱讲啦，囝仔，不然去饮一杯。哈？等。等什么？我钓个白标镭。什么白标？你莫是讲我钓内面什么都唔知哦？我叫你买个白标开头标，我镭嘞。还是无当，伊哩我去看完了，买袂入。哎，莫跟我开玩笑嘞，我总真欠明镭嘞，我镭嘞。真的，真的袂袂你，我无镭啊！老金，算我衰，我大老细，我你一半，还我五万好。老大，我真的不是讲笑的，真的无镭。我爱镭，你不敢吃。所以，早早就买一千一百杯表。不好意思啊，周梦姐，这道 check out 是几点啊？十点。十点啊？你在看我不？抱歉，今天房间全部订满了，需要准时 check out。有影不？你的这里生意好像很好哦，要不要请人？你是不是新加坡人？是，我是。跟我来吧。其实我对薪水的要求不高了，青菜。有两千块就行了。你以前是做什么工的？晒缸咯。哦，我是说，我以前做的都是维修的工作啦，所以什么晒都做。那为什么不做了呢？家头计袂甘啦。对了，你怎么会来住酒店呢？啊，因为我的家在装修，又脏又乱了，所以不便才来这里住。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随时啊，现在都可以。那你明天过来吧。好，谢谢你，谢谢，恭喜啊，恭喜啊。
真相的大汉了，也三回家己洗啦。伊袂晓洗啦。袂晓洗就恶啦，啊，洗几摆就会晓了。袂啦，伊读书读到安尼艰苦，我甲伊洗就好哩。倒落艰苦啊！我古摆啊，细汉一边读册一边做工啊，那是无做就无饭食，衫裤拢做嘛着家己洗。哇，你真可怜哦！我古早我妈就甲我洗衫、穿衫、甲我尿。较小心啦，无，莫落落去吼。袂啦，撮衫拢夹紧紧咯，我又未输久。夹衫搞了。是咯，真爱落落去咯。做你妹啊，甲老大老的翁哥甲得哥哥。快笑了啦！这快笑了。Hello，Hello，Hello， 安哥啊，请你开门会使无 ？Hello， 安哥，安哥，你倒来无？安哥，安哥，你听到我无？我是阿呆，我听到你了，麻烦你开门会使无？俺这点点卡袂通呢。我什么事？我甲囝的衫交落到安哥来叠过，伊卖开门呢，我都袂惊。安哥，袂使。哈哈哈，恁人卖笑，阿麦感到奇怪，这个人真的叫袂使，因为有人讲啊，伊出事的时阵呢，因老爸就叫袂使，所以就归去叫伊袂使啊。安哥啊，卡你大声讲什么？爱吵死人啊！什么代志？安哥啊。我个囝的衫交落倒，你个得过，麻烦你给我寄来使无？你想讲我吃饱真闲啊？安哥，我倒拢了，别哭我好么？你能不能是我个囝个衫？安哥，安哥啊！袂使，安哥，出边头尾慢慢慢安尼自私，哭到卡手一个啦。安哥啊，卖做生哩，上街我请你吃 ice cream。安哥，开门啊！哎呀！袂使啊！衫落落楼骹了，你家己落去歇。当落安怎啊？做你无，你家己跌落楼骹，安怎你人安尼款呢？安怎？我的人就是安尼款啦，你袂爽啊？你请律师来告我啦，叫妈打你啊我啦！你甲放落安怎哈？安尼我会变倒了咯。Thank you 啊，谢谢。呀，你看对你，你过来讲谢谢啊？对对咯，伊无夹落楼安，我就袂倒。会带袂带看面都知的。哎，正雄，你落来做呢？脱你个衫，这么肮脏了，我不要穿了啦！夹掉，夹掉，夹掉，妈奶的夹掉呢！你看，条衫花好好哩，我洗一下就整清洁了啦。哎呀，凊彩啦。哎，推哪啊？推车。恁人会使讲阿呆戆，伊的心内面无如为的惊，惊若开心咧，伊就开心。讲真咧，其实真侪老母计是安尼，伊人的要求永远都是安尼简单。头家几类啊？四块。哦。是咧店，咧出边啊？无啦，趁食咋？有闲来找我啦！来，咱去吃哩。吃来。头家，歹势，我刚才未记夹皮包出来。啊，无这面我买了。哦，不要紧啦，先夹去吃，把你看来生。哈。买啦买啦。真诶还是假诶？爱吃泡面啊？都是你，你莫乱讲，我真诶未记夹皮包出来。哇，无你搁较买面啊？你怎？来帮忙啊！我买食了会使无？头家，歹势啊！哎呀，面粉煮好了，即阵较讲卖，头家损失上大。算啦算啦，不要紧啦，夹去食啦夹去食啦哈！买啦买啦，歹势啦！哇，就袂到啊！
你唔知骗老人家的女，你唔知碗面啊本爱骗。你是搞做戏的，会使去参加奥斯卡，也重要咯。你是笑哈？买两张会使无？头家，等你，我就叫你来兄弟啊。你叫我。哎，安怎？食袂落啊？是毋是骗来物件无食？对对啦，骗来物件比多就是较差的。我就是袂明白咧，你有脚有手，时代阁变高水，安怎去骗？哎呦，哎，爱啉水麦？拿啦，我请你啉。你骗食就好，卖骗啉啊，好啊。心生惊，哎呦，我真惊嘞，别怕我。错人咯，姐，你做娘娘去？无啦，地当地做了，你跟我打。打了就不会啊，都有一个小囊啊。小囊？伊做呢？啊，别讲了，好啊，女好啊，女。几钱？几钱？青菜六十块，快紧快紧。头家，拿行李类。哎呀，别安尼紧张嘛。应该的。来，我找你好咧。啊，咩，你家去用国币。感谢感谢 ，Thank you。我呢会嫩个呀，我咧过分，上好莫看推着伊啊，看推着伊，我硬袂放过伊啊。真的是衰啊！你超袂使讲人，看看有鬼啊咯。这个，这个啦，你都金苹果，这个啦，错人咯。今日我了话，生意运气无好。哎，你要做呢？我个傻姨，卖啦！哎，卖啦！哎，我卖了话。好个啊，今朝安怎卖啊？啊 ，Hello 领导，你今日搞到了。喂喂，阿妹傻，你好势无？我当我得罪你？我得罪我姐就是得罪就话，反正恁是菜，就是不要水咯。我今请你吃大顿，我人就无小欠了。原来你是这骗钱的小妹啊！笑诶，你莫想讲你是查某，我就唔敢拍你啊！我真惊者，来啦！我就唔相信你甲听话。你莫逼我出手啊！我动了足手，我莫猜，莫猜了，惊啦！真惊！水，拄着两个小查某。大无一号，人碰到鬼心凉天气，真的是人衰起来，起脚变光棍。哇，你先去啊！搞我带来有当比的。哎呀，袂使张嘴咧。啊，无变啊。Hello，Hello， 地顶度来搬一下。哎，有人啦、啊。你是地顶啊？你度来搬老庄呢？你度来阁会使做啥物？卖鸡婆啦。我唔是鸡婆，所以对你是我家工作。你老庄呢哈？你怎个哈？你会使度来搬袂得怎个无？想讲袂使的，你错的袂得长的，你咪咪出来哈，我算戆的哈，你无出来我就入去了啊，一、两、三、哎、四、哎、五，我入去了，我还袂清空啊，等坐啦，你咪咪清空啦，阿呆，大中医，你说，青青，啥代志？有人倒来买无清空的，哈？
秘书，你大概袂得到来买十亿个对无？对啊，一到来买十亿咧。Hello， 来买袂使十亿，你出来好无？衰查某，又是你。你伫个会使带来买十亿？嘛是恁人害的。秘书，伊有穿裤无啊？有啊，大有。哎，搁讲啊，这倒是公共厕所，这样一个袂使咩？嘛是恁人害的，人到我规身黏黏黏，也不会来这倒脏水啊！啊！阿呆。做什么？阿呆做呢？做什么？阿呆做什么？突然间，哎，阿呆。什么代志？骗人！骗人！你回来了哈？你说我等你等真久无？哎呦，笑啊！我不是骗人啊！哎，阿呆啦！阿呆啦！笑啥物？骗人！骗人！阿呆，阿呆，哎，咪走！你白伊咩？我白伊。阿对哦，你唔白哦，我甲你介绍，伊是我的 boyfriend 哈，骗人骗人！哎，阿呆，伫是 boyfriend 呢啊？我嘛唔知，伊人哪奈会生差错安尼做？有可能咩？哎，迄日啊，我伫夜浪看到伊叫查某，我看伊包是看阿呆，呆呆安尼看，爱食伊的豆腐，爱骗伊的。阿是真会干安尼做，行阿呆半爱骗，我硬帮妈打掠伊。安怎你久了，阁是卡袂通啊？安怎？会袂是出代志了啊？哎呀！爸，我久莫电话卡啦。喂？阿亮啊，你无代志了吼？爸，我有啥物代志？海关甲我讲，你害人扣留啊！因人无对你安怎吼？爸，你讲啥物？谁扣留啊？海关人员，因人讲你用假 passport， 甲你掠去关，叫我倒来还一笔保释金，才会使放你啊！哎呀，你着骗了，我无着扣留。安怎你的电话电话卡袂通啊？我伫飞机顶，安怎听？阿亮啊，你爱飞去倒咯？曼谷。边国哈，边国真近嘞。你安尼，你会使顺便转来吼？唔该飞。你就到边国了，加坐一两点钟的飞机就会使转厝了。你转来了吼，转来。时间安排袂到，下次拜啦，就安尼啊。安尼啊，好咯，你家己爱小心吼。我拜伊海关的人诶，马路需要一千块，我得使搞定你囝的代志。但是啊，下摆你着爱小心嘛，即阵真侪骗呐，莫安尼鬼互人骗。你家己还是大骗子，你骗我一千块。哎，别使，好势无？无势啦。伊莫安尼面乌乌面格格啦。我解释就无好料你嘞！唔，我无闲，卖高高低。哎，我跟你讲，我介绍你淡薄好料，这个吼会使降低胆固醇、甲高血压，佫会使让你健康吃百二嘞。吃安尼长命创啥物？你肠胃无够，佫爱长命，爱吃你家己吃啦。哎，这道卡要佮，哎，你要去倒？我马达。啥物事？我的胃让人变去。就是记错了啦。不要紧，原来是你哈！真的是天有吧？你敢不让我住着？讲，你听我讲，有啥物好讲哈？你这骗子，你骗我一千块，赶紧还我！你一千块我掉掉会还你的，我是
暂时照用一下。你讲甲真好听吼，来，咱去码头土讲，看是照用还是骗你。为啥？为啥？阿哥，你干码头土？阿哥，伊会你外行个。那谁讲？去码头土码头土啦。去码头土讲。哥，唔使啊，放手啦，歹势啊。慢走，慢走啊！你慢走，我是清河。慢走，我是清河。哎，歹势啊！哇！华，你紧，小心啊！小心嘛！阿哥，哎，阿哥，你好些不？起来，阿哥，哎，阿哥，喂，阿哥，喂。啊？啊？阿良，阿良，你回来了。阿良啊，你回来看我了。阿哥，我不是阿良啊，看清楚。来来来，阿哥，你好势无？爱叫红十字车麦？变啦，我袂晓扶我起来。你嘛是爱累卖命啊？有代志，搁卖看罗军。啊，来来来。你不是走了咯？搁回来做啥物？我嘛是爱走，但是做袂落咯。做袂落，你话你好心嘛？哎呀，我会知，我无应该骗老人的钱，吼、哦。你会知就好。哎呀，我唔是真的爱骗你的钱，若唔是你接了电话，硬硬啊夹钱给对方，我嘛袂安尼款做吗？哦，安尼讲，你是讲我唔知你的苦心啦？唔是咩？那不是我阻止，你早就被人骗去五千块了咯。我跟你讲啦，政府部门是袂打电话来叫你人汇率给因人的，下摆卖相信这款电话，知无？好啦，我嘛无想爱被人骗。你讲啦，有甚么人接到这款电话会袂担心的？那，你就要记的三点：卖紧张，卖相信，卖汇率。上好咧是先问你的亲人还是朋友，因为当时你可能已经心乱了，所以卖冲动乱做代志。卖紧张，卖相信，卖好累。对，阁有啊，即阵有真侪老人打不起诈骗，就是网络爱情骗局、投资骗局这款物件，所以你爱小心，卖好人骗去。少年嘞，我是老嘞，我唔是退啊。你想讲我安尼鬼好人骗去啊？那唔是我，你早就好人骗去五千块了咯。啊，算啦，好人歹人你也分袂清，我把你卡出来，无想过当去病，你卖不麻打了我就好啊。啊，这是阮老爸留予我的手表，应该会值一千块，就当作抵押予你啊。哎，古董手表咧，应该是真值钱啊。是咩？哇，是。哎呀，我唔知咧，早知影就加去当手咯，就免安尼惨。这是你的老爸留予你的，我看你唔甘也去当手。无啦，也是会使，我含家己本加去当啊，卖讲一个手表啊。好啦。这个就先抵押好啊，等你有钱，再来求做账，哈。啊，这道够五百外块，隆重行礼。免啦，有这个古董手表就够了。安尼也好啊，我这客隆重爱行礼，身边无钱真的袂使，感谢。你甲厝内人客。
隆重死了了，春花姐，啊你徛倒咯？徛到倒咯，徛到倒咯。吼，安尼你是有路无处哦，有路行无处徛哦。我已经习惯了，免担心我，担心你家己。啊，去落滚出门。免啦，我都甲你讲免了。OK 咯，安尼你家己小心嘛。嗯，我先走啊。嗯。哎，啊，无安尼款啦。你先去我的厝徛几日，小动者，等你找到徛的所在，佮搬。哎呀妈！哎，啊，行咯。哎，我阿妹问你叫什么名？我是小，叫甘当。啊？你也是叫我小甘当啦。你的老爸佫真欠佮你好名哦。你赶在开始来到做甚物？来看我朋友的老母，你的朋友的老母，安怎叫你来看呀？你搁伫内面病吗？叫我来看伊咯。看袂出你搁有淡薄良心哦。六楼。哎，等等，等。哎，干嘛？你干嘛？青青。啊。毒瘤鬼。哎，你跟踪我啊？你卖搞面皮啦，啥地料理？我是来找人干妈的啦。恁两个小把，唔小把，小查某。哎，我知影我今天深了，但是你妈唔通看到目睭袂腻吗？我会歹势，耳孔会红的啦。卖搞面皮啦。搞个青这本书袂入啊！等下戴条条做甚物啊？歹势吼，卖误会，我是戴红哥，毋是戴你。是啊，我看伊无所在徛，就叫伊先来我厝徛几日咯。哈？哎，王东入来。哦，喂，你是出甚物白灯啊？骗红哥妈，互你徛夜厝？生意咯，你袂晓啊？闪啦，死狗母顶落头。哎，别客气啊，吼，随便坐啊。阿公妈，你莫互伊骗去，伊毋是好人。讲到骗，你敢那更加厉害哦，骗家、骗女、骗老人啊。哎，你莫乱讲哦。是啊，莫乱讲话。青青是社工，伊专门照顾阮翁去家己坐徛的老人，伊个人真好个。你知无？我伫客人看到伊叫查某。哈。哎呀，伊家己一个人无宝无狗，找查某真平常嘛。不是，伊唔肯叫伊去查某，伊阁创治阿呆，欺骗伊感情咧。啊？有影无？真呢。小甘当，我是讲你够淡薄良心啊！原来你安尼积恶啊！阿呆，你本来骗啊。红哥，莫听这小查某乱讲，啥物阿公阿呆我都唔捌。你到底是未成年的吗？我都无错，爱我成年啥物？哇！你阁唔知反省啊！你未见笑啊！是讲未到你的人啊，你惊人啊！走，我未使让你徛一道了，你走。你看啦，安怎玩弄我？我只是玩弄你，你唔爱在这头扮可怜。你是不是要我叫阿呆来这头？你敢去成年？来啦，叫志涛马上过来，讲清楚。好，明日五点在西西对峙。会使，还是你沙拉咧？沙拉，沙拉讲 sorry 啦，但是我是白沙拉的。你是讲你是红毛先生甲红毛啊？讲一句 sorry 就无代志啊？那要安怎？拜一道，伫大家面头前神清神秘甲我道歉。安，你想讲我惊你啊？哎，夜未起来，我到时找无人啊。那搞搞搞。紧啦！等你啦！啊！喂！快走啊！喂！喂！快走啊！我了着，
爹你好得死啊！阿哥妈，你有定时去看老公无？你的药放在肚那边，你有准时吃无？你有病啊！我跟你讲，我无病，吃什么药，看什么老公。其实，忧郁症啊，跟身体有病是相像的嘛。啊，你人无好势，就要去看老公对无？唔是什么下水物件吗？新加坡将近600%的人有忧郁症，什么人不可能对的？你跟我讲啊，你在做什么？我跟你讲了，我真正常，我无病。我知，少年囝是真痛苦的，但是。你是坚强的，你是袂安尼过放弃的，对不？哎呀，我都真侪下了，吃你老做啥物？吃了米呀？咋死咋好？咋解脱？哎，按怎样款讲话？你即阵啊，目睭打伫黄金年华，你阁有真侪物件会使做个咧，你知无？真侪你会火星的人啊，目睭创业咧。啊，知影啦，知影啦。逐个人不有家己的价值的，那干哪里嘞？顶摆开间五金店，偌厉害嘞！有丰富的人生甲工作经验，哎，唔是逐个人本有的嘞。其实忧郁症唔是医袂好，你若是定时看老公食药嘞，人生嘛是会使真精彩的。你真肯安慰人吼、哦。我是讲真个啦，我问你啊，你想要看到你的孙无？想啦，但是我甲你讲。我的媳妇哦，讲这几年内面伊不慢生啊，我都唔知家己话恁长命等甲看我的孙无。所以咯，你哥哥爱照顾好家己的身体，等你的囝抱孙来给你看嘛。其实真侪老人不会家己，但是伊人就是爱出去行行，去拜新的朋友。但你将家己关在厝内，就算有忧郁症的症状，不爱甲人讲，爱找人帮忙，安尼看是啥来的？好啦好啦，你讲安尼多。就是要叫我吃药对无？我吃给你看咯。哎、欸，吃几粒啊？这个吃几粒会使了？哦。其实啊，不是单单吃药尔，若是你心情家己无好，还是家己寂寞哈，你就要找人帮忙。无，你就打电话给我啦。有闲的时阵，就到厝边来往，无就去试试行行咯。安尼看就会使交真侪朋友了咯。哎，但是啊，你啊小心，别乱乱相信人啊。万一回见唔拜人啊，你的厝啊真危险的嘞！你是讲头先个少年呀？我是看伊独独对家老放出来，无所在徛，真可怜。他答应回徛一道，我想袂到伊。有同情心是好，但是嘛爱有一个限度。无老爸受害的人是你家己啊，知无？我知啊，啊你知无？你真正啰嗦嘞！你偷偷咧，蛮顾你的嘴袂酸啊，你袂嘴大？嘴大嘞，我去成都见见你嘛。拄到一个小查某，逐摆无好空头，真是衰。哎呦，笑了，袂去去找阿贵老母。阿姆，阿姆啊，阿姆，你有伫厝无？阿姆，我是医疗社工，青青，开门。咩事啊？请问你有冇见到住喺呢度嘅婆婆啊？哦，几日前我见佢拖住行李出门，话去槟城探亲，好似未翻嚟喎。系咩？唔该你啊。唔使。啊！呢排搞乜鬼啊？咁多人揾阿婆嘅，嘈到我连觉都冇得好瞓，真的。怪咯，国师你衰啊！下晡门拄着鬼啊！莫跟我讲你厕所在徛，厕到来这道啊！免卡了啦，卡什么鬼啊？唔就无地处。想跟你讲诶，头先我看到伊诶厝边，伊讲伊顶几日拖行李出国了。出国？
三块本无打。哎，红丝本无归。啊，好不错，伫内面啦。哈，我头先话甲真大声，伊本无应。阿姆，是毋是伫内面出什么代志了啊？阿姆啊，你有伫厝无？阿姆，阿姆你有伫厝无？阿姆开门。阿姆啊，笑。哎，别吵，你困啦，还回来。哎呀，别吵啦。回啦。阿姆，你伫外口，别入来，还回来。阿姆啊。阿姆，阿姆，阿姆啊！开的行李，万贯之宝，此大功一发不收。转千弯，转千叹，亦未平复，始终挣扎。爸，都要变冷了。是咩大事啦？你大笑，那么你快走啦。哦 ，sorry， 我无能力，我都要变冷了。是啦，无能，是咩大事？啊，变冷啦。都要变冷啊！有影无？你十外年无拄着伊，你过几年出去？等到我到死死痛着伊啊！我爱整伊，来抓去，我解释。哎呦，抓无到咯，照顾无唔无影咯。你敢靠个拄着伊，安怎无解掠条条？怪掠伊，当时我看面所有人掠紧紧，无碍事，直接我走出去掠伊，掠无人了。啊，算了算了。爸，我算爸，下摆是靠我推着伊吼，我定着给伊掠着着。人姑姑。哦。是咪该来改啊？哎，卖是耍讲话，有人客气。你怎客气？我嘛哪会知？是徛在楼顶个阿姆，楼顶直接讲的，就是你人正楼顶迄个咯。哦，第四个代志。昨暝，伊在漳水间跋倒，撞着头。是徛放正楼顶的豆花包死了啊！死咯，安尼怎的？准伊定定有咕咕咕个声哈，是伫顶落咕哈，伫顶哈，死咯，爸是鬼啊！哎呀，莫乱讲啦，莫哪有鬼啦？我看可能是豆花包跋倒涂骹爬袂起来，伊靠起涂骹咧。我救你啊！哦，原来是这事啊！哎呀，安尼阵你卖出来甲我打，你出来甲我打，我会救伊个吗？我看可能你去到楼顶迄阵已经晕过去，安怎出来甲你讲咧？是吼、哦？哎呀，早知吼，我拖着伊无出来，我就着爱即刻救伊吗？阿呆啊，这拢总是我人猜尔，代志可能唔是你款的。不是安尼看，是阵你袂看。其实技巧咧，无猜啥啦。昨暝的情形咧，是安尼款的。哎呀！救命！救命！救我！救我！哎！可惜阿婆咧叫救命，无人听到。当时阿呆甲正常根本就唔知影，这是阿婆咧叫救命。就算有人知，本事袂好了。老伙伯啊，道拢爱怪莫怪，一路好行。老伙伯啊，道拢爱怪莫怪，一路好行。这
实忧郁症不是医不好，你若是惊死看老公吃药咧，人生嘛是会使真精彩诶。其实啊，真侪老人不会家己直播诶，但是伊人就是爱出去行行，去拍新诶朋友。但你将家己关咧厝内，就算有忧郁症的症状，不卖甲人讲，卖找人帮忙，安尼看是啥来诶？OK 咯，你第二赛，好赛。你第二赛，我第一赛。我是当不见了。祝你不见呀！我不是见。没啦，你读书读到安尼艰苦吼，我改水就好了。做老艰苦，我古拜啊，一边做工，一边做，一边读，一边做工，你该喷嘢啊，喷嘢我讲去，喷得爱讲去啊！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呈现。